一斤两百。没关系，不能吹气啊！不气啊！嗯，你不要打他。不要打他。嗯，不要打他，他不会顶你。哎，而且今天阴天，蜜蜂活动力比较低，哦，攻击性没有那么强哈。哎，要不要吃蜂蜜？他的气啊，可以啊，有没有？他在吃蜂蜜啊，把它打开，他们就把它吃起来了。我采蜜请你们吃好不好？苹果蜜。哦，主要我们这边都是教人家怎么去分辨蜜的好坏，不然现在很多假蜜啊，像加糖精、味糖精都有。啊、哦，回来参观了、啊，我们来采蜂蜜好不好？有蜜糖，好吗？有蜜糖，哎，来吃个蜂蜜来。有啊，不会听说过哈。蜜蜂怕烟哈，所以说我们会利用木炭烟把它熏一熏，主要的功效就是让它比较乖哈，熏一熏就不会叮人了。所以我要采蜜，我像这样子，把蜜蜂把它赶掉。嗯，哎，没关系，好，来，我们来里面吃个蜂蜜，蜜糖，来一起来到里面参观一下采蜂蜜。